家来看一下哦，一些严重的状况。在今年的三月底，有关于这个减班休息，外界是说五天假，通报的人数有9000多人，事业单位的加速有300多件。你看这个一下子这个曲线快速的增加，估计三月以后这个情况还会更严峻。提出的相关的办法在我们109年度，单身跟婚孕要去申请租金补贴，算下来的话也还有剩1.9亿。而我们看到这个税捐这个稽征机关，它有对于今年度因为这个疫情的需要，就是假如该企业它有跟劳动部申请减班休息，那这样子的一个劳工有没有就会适用。那或者说这样子一个劳工在他的一个事业体，他每个月应该原本工作的日数现在少到不到原有的这个一半的时候，这样的劳工也可以提出对于这个税金可以延期或是分期缴纳。至于可以领到的金额，就去看各县市分别从3000到5000不等。